当当当！杨朝阳，你搞什么？之前不是说了吗？要把这个告别宴搞得风风光光的，所以当然要说到做到了。我不会食言的，这是特意为你准备的蛋糕。蛋糕都把我丑吐了，是有点丑。 写字儿了？没事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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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儿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蛋糕没了，可以再买吗？ 美行，你是不是很喜欢捉弄我啊？不是啊。不是。你前没多久，才跟我说我从小到大所做的一切都是白费，现在又跑来跟我见习，我是不是真的就招之则来挥之则去，有意思吗？ 哎呀，大家都是朋友，闹这矛盾也挺正常的。得了，你还是个男生呢，干嘛这么计较呢？算了吧。哎，对不起啊，要不我将功补过，过两天不是圣诞节嘛，我计划一下，我们大家一起过吧。好好好。我去。 张文森，你一起呗。我不感兴趣。谢谢你们请我吃饭，饭我就不吃了。